天哥，嗯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呗。说呗，什么事儿？我有个朋友被绿了。啥？你朋友？嗯。你除了我还有朋友吗？没有了。那个，大家要停一下啊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假如你们的前任掉水里了，用你们所学的专业，你能为他做点什么？我是学摄影的，我可以为他拍下落水的全过程。我是学财会的，我可以给他计算出他丧葬的全部费用。我是学播音主持的，我可以解说出他全部的落水过程。我是学土木工程的，我可以为他挖座坟墓。我是学服装设计的，我可以为他设计一套寿衣。我是学旅游管理的。来来来，大家往这边看啊，这边就是我前任落水的现场，请大家有序排队拍照，10块钱一次啊，大家来。